这是，好，这是王家卫的电影是花样年华，是英语的名字是 In the Mood for Love。好，我们的人物是男人，他是长魔王，和女人他是苏丽珍。长魔王是记者，还是苏丽珍是航运公司的秘书。这部电影发生在1960年，在香港。好，有一天魔王和他的太太和丽珍和他的先生，在同一个公寓租房间。可是他们不认识。魔王和丽珍的公寓在彼此的旁边。他们的父亲很忙，所以我们的人物不常看他们。他们不认识，可是常常在一样的地方吃面。有一天魔王和丽珍终于认识的时候，发现魔王的太太和丽珍的先生一起有婚外情。魔王然后觉得他很喜欢丽珍，所以请丽珍来帮他在报纸上写巫术小说，所以他们很快成为朋友。可是因为1960年代的香港很保守，他们的邻居觉得他们是朋友是很奇怪，因为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成为朋友。好。所以他们觉得只好在饭店订房，在饭店订房间来写巫术小说。可是回来以后，魔王和丽珍发现了他们彼此爱上对方，所以魔王决定离开香港去新加坡，成为记者。他问李珍要不要跟他去，可是离开的时候李珍没来。李珍完来以后发现了魔王已经离开了。一年以后李珍去新加坡去看魔王。在他公寓的时候给魔王打电话，可是魔王接打电话的时候丽珍没说话。他回来以后才发现是丽珍已经离开了。三年以后丽珍和他的家在他们香港的老公寓，可是住在新的房间。回来以后魔王也来香港的老公寓，然后问新的房东谁现在住在这里，可是房东不知道。最后魔王不发现了真的是丽珍住在那里。好，最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爱情不是跟电影一样的，是很实现。所以在最后的时候，男人和女人不一定成爱人，所以有时候需要离开。好，谢谢。好。